我们依然会要进行一个分组，首先有请那头排名前四位的周奇墨、杨丽和广智、王琦老师。这四个吗？这都挺难的。有请这个话题接下来的四位：童墨南、肉食动物孟川、小北。哇，哦，哎呀，哇，这四位朋友有没有人会爆冷？不好说。我应该不会，我是选杨丽的。我要站起来看一看。来，请举牌。都来我小组吧，都是他的一个。其他人年龄段都差不多，我可能比他们年纪大一些，他们就觉得哦，跟我比，输了也不丢人，赢了也有机会。黄希老师，在他们四位当中任选一位成为竞争对手。这些选手不是特别熟悉，所以我就选择的在我正对面的那个选手。那我选小北吧。谢谢黄老师。接下来这三位继续做你们的选择。啥时候小北广智？请举牌。广智老师呀。哎，哦，好难啊！哇，难厉害！天哪，童墨南选周奇墨，勇气可嘉。我觉得他就是冲着周老板的天花板去的，他就是我就要挑战挑战。童墨南选择了周奇墨。哦，漂亮！我一直都是认为奇墨老师是今年夺冠的最大的热门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挑战一下自己。